这个节程多少人？节程做的公司，你做一天，一天就五六天就一千块。大的节程呢，五个人吧。不是人的小意思，就是整个车间啊，你本来这个一万个要两三天时间，我这一万个要两天时间就做完了。要了两，你真的搞齐了，哪里要两天呢？现在做很好，是吧？以前你打掉至少要两天时间，你做不做都要两天。 胶嘛，一样的可以长。可以一样的。它小的，但是它是在那个。一样的，你这板那么大，怎么可能长呢？多小的嘛，3克的、2克的可以长。